为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真的很多天灾人祸啦，跟住之后又即有很多很败坏很扭坏的东西，即好像跟圣经或者跟原本那个我们所觉得美好的世界都不是美好，还有好像说、神都很看顾我们每一个，都是他去即係去看管呢個絕世，但係其實即係現實上面，我哋去睇呢個世界發生好多嘅事，其實又好似唔係咁。即係譬如可能之前啲地震啊，咩海嘯啊，又或者係車禍，即係好似喺香港，哇咁樣樣馬場去一去，突然之間成架車冇曬咁樣樣，人踩人，即係好，即係真係會突然之間出現咯。咁都會令到即係我哋啦。即無論是不是一個基督徒或者是不是什麼都好，即是人都會在那裡問究竟，即這個是一個老生常談，這些災難是哪裡來的，但為什麼神不可以，其實是不是神醫白了，神是不是放棄了這個世界，其實是不是懲罰，是不是放棄，即是不是這樣呢，可能是放棄了這個世界，蛤，你們不是教會人生大嗎，我就覺得，但是如果神真的看顧這個世界，那就是咁如果真係看顧，咁就唔會咁多啲嗰啲天災。咁你哋有冇睇馬太福音廿四章講咩？係咩啊？譬如話咧，你話咧，呢個世界會點？民要攻打民，國要攻打國，跟住咩氣？即係越嚟越錯。嗰啲天象會變化。唔係，其實點解容許咧？係咁而家我上帝講得好清楚，呢個世界嘅終局係會一路朝咗方向去㗎。但係點解佢唔控制到咩？嚇點解要控制唔啊？佢我唔可以話佢控制唔到。不過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去諗上帝睇住呢個世界呢件事先？我咪就係問，即係咁多苦難咁樣，有好多好人啦，有好多唔好嘅人啦，一次過一個海嘯冚曬，咁即係神都好容許呢件事咯。咁但係神點解要容？即總之你就覺得神都是看住啦，不過唔插手。唔係，其實天災最慘不是話死咗嗰班人，我覺得係剩翻嘅人喎。即係佢你個屋企人慘，咁我就會 question 啦。你啲神容許佢屋企人咁慘？係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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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啦。頭先嗱，如果咧你哋有睇創世記嘅時候咧，佢就講嘅，佢話咧呢個世界點解會爛？你知點解會爛啦？標準答案，反正罪咯，係咯，個罪入咗呢個世界，然之後人就墮落啊嘛。天災跟住，但係咁話，天災可能有機會神已經插手咗，可能本身嗰個海嘯就係死曬所有人啊，點知就插手咗就啊，唔好咁快死住，即係死少啲，死少啲。咁點解有啲人要死啊？點解有啲人要死，有啲人唔可以死啊？天災。唔係，而係咧，即係聖經講罪入咗世界，即係呢個世界就開始爛啊嘛，開始朝更爛嘅方向入去啊嘛。同埋咧，聖經講罪入其中個爛係咩？點解呢世界咁爛？因為人好爛啊嘛，令到呢世界好爛噶嘛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講緊罪喺我哋裏邊啊嘛。咁嗱，如果你記得聖經講咧，神創造呢個世界時，一切都係完美噶嘛。你哋話，但係咧係啦，但係因為罪咧，即係喺呢個即係亞當夏娃入咗罪之後咧，基本上咧就碌到邊咧？碌到去挪亞嘅時候啊嘛，就話呢個地。已經係點啊？最大惡極啦，於是咧就洗地啦，係啦，洗完之後咧，係啊，洗完個地之後咧，都係核突啦，都係核突，都係唔乾淨咯，好快啊！你留翻嗰啲種喺度，咪又係唔係喎？個地洗乾淨曬噶啦喎，挪亞冇死啊嘛，因為挪亞冇死咁樣，係啊，聖經。聖經就咁講嘅，你睇聖經啊？點睇啊？你哋 yes yes yes， 得起心肝睇啊，要仔細啲睇啊。就係咩咧？挪亞咧，喺方舟出嚟嘅時候咧，咁佢就獻祭啦。咁啊，聖經咧形容上帝咧係好有情嘅喎。佢話佢聞，佢感覺佢聞到佢獻祭嘅香氣之後咧，佢話咧當時神心裏邊諗，喺神心裏邊有諗法。佢話咧人咧雖然從小懷著惡念，即係洗完地啦。但是因為挪亞仍繼續即係地球上面嘅人咧，都係從阿挪亞後裔咁先亞伯開始衍生出嚟噶嘛。但係佢話咧，雖然人仍然喺心裏邊懷咗，即係話罪其實喺挪亞嘅後裔嘅心裏邊。咁你睇到噶啦，閃人馬忽嗰度迦南嗰度已經錯曬咯，係啦，即係基本上個罪又繼續蔓延噶啦。咁所以變咗咧，佢就話啦，不人至少心裏邊懷著惡念，但係咧佢就話咧，但我永遠咧都唔會再用上面地啦。只要地存在嗰日，佢話咩耕種啦、寒暑啦、秋冬定秋寒咧，唔知啊。即係總之意思係嗰個世界嘅循環咧，地嘅循環咧，十年唔會變。
即係咪就上帝話保守咗一切嘅嘢咧？就係、是、咧，所有呢度冇惡事發生，人類冇痛苦，乜都冇咧。上帝嗰個方法唔係話哦咁樣保守冇，上帝嘅方法係咩咧？上帝嘅方法係講緊救贖啊嘛，同埋佢話俾你聽呢個世界將來點啦。佢保守咗佢嘅身體啫，但係佢啲心都係敗壞咯。佢唔係心係敗壞㗎啦，所以世界先咁難啊嘛。所以佢死咗都係唔緊要。所以其實我覺得佢都係死，你哋有冇發現？即係三蚊零裏面都係死咯。係啊，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因為嗱嗰啲唔係基督徒，可能就會問天災。但我作為基督徒啦，我就會想問嗱，好啦，唔係天災啦，咁其他啲人心敗壞，咁即係咁你都要承受翻罪嘅後果咯。上帝赦免都冇話你唔使受翻噶，咁大衛咁樣，佢咪個家室都係咁樣，佢都要承受噶，神赦免咗佢噶。神都繼續保守他的，不代表他不想承受他自己的、就是、罪的後果的。而你就要留意你們一直說的時候，一直說的時候，你們只是將眼睛望著這一世，這個世界的這一世，你看到的這一世。但在神的眼光裡面，蛤，他為這個世界，整個救贖計劃是說什麼？他說什麼去到耶穌基督來，會再來，然後說這個世界會怎樣？好像一件破爛的舊衣會捲起。即是你一早已經說了那個去路是這樣。所以咧，我而家係執著點解呢個世界、呢、這個地上嘅呢世界點解唔完美？呢、這個世界點解咧仍然唔可以完善？神保守點解係呢個世界？跟住咧就話好緊張嘅，呢、這個死，呢、這個唔死，個浪冚埋嚟點？但聖經其實咧一早講咗俾你聽噶嘛，將來有地震、海嘯、有山崩、天象會變化、民要崩壞國啦，即係世界一路爛落去。但係咪講緊神就係保守，保守喺中間？神最大嘅保守唔係淨係講緊你眼前嘅嘢，或者呢個世界嘅。上帝的計劃是我們將來的世界，即是為什麼要接待呢？就告訴你生命，上帝為人預備的生命不是只是你今生活得好，如果我這樣說，而是你要得著那個救恩，有對永恆盼望，就跟別人說有永恆盼望，有永恆盼望，這樣就好像不是你不只是叫他看，而是你要就很不現實，不是不現實，你俾我講埋你少少啦，就係咧，你褪頭少少睇，即係褪頭少少。嗱，而家係講緊上帝創造呢個世界，即係我咁想講，係由過去一路去到將來。我哋只係喺呢一個即係歷史嘅長河嘅一個 moment， 我哋只係一個點啫，一個 moment。所以咧，而家係講緊，而家我哋就話，我哋收集我就係我呢度，係啊，好唔現實，因為我哋喺現實。但係咧，你要留意聖經點講，佢話咧，究竟我哋而家係活嗰個係真實啦，呢個係幻象。定係呢一個係真實啦，嗰啲幻象咧，我在啦，你要去到嗰度嘅，即係假啊！我點樣諗就係假啊！假嘅，假噶，我就諗自己啊！但係調翻轉頭問你，你有冇諗過？你有冇諗過咧？世界嘅完美或者世界嘅苦難，先係真真正正真實嘅事情。即係意思即係話，點解會咁講咧？但係其實你點問？這個世界都是必然發生的事情，是的。那你問我，那是不是真的必然嗎？不必然，現在都當然是必然，不必然嗎？你覺得你不是可以避免到的，天災必然，即是可以避免到，是你不可以避免到嗎？都不行，當然不行，如果神不用他，就不會說他不好，但是神阻止不到你犯罪，就阻止唔到你破壞呢個世界。咁即係其實應該只可以有人。神可以嘅，唔係如果神要出手都可以嘅，因為神要出手都可以，因為可以行神蹟噶嘛。係啊。咁佢出手都可以，但係個問題就係咧，而家講緊咧，神會唔會咁樣干預嘅啫嘛？係咪？咁話你咁樣下下咁樣干預嘅話，我哋會係一個點樣世界？神嘅心意都唔係咁，神嘅心意係講緊呢個世界值唔值得救佢？佢因著耶穌基督俾我哋一個重新嘅創造，將來就喺再嚟將呢個新天新地帶嚟啊嘛！呢個先係上帝想俾我哋計劃嘅，同埋你都要諗喎。就算咁保守完，我哋繼續都落去都係會咁嘅喎，因為我哋繼續犯罪啊嘛。咁你始終都係個循環解決唔到㗎。首先多謝你哋收睇和諧頻道嘅節目。如果你喺節目嘅當中有所得著，盼望你親自。用祷告、用奉献支持我们的事工，无论你的奉献是多少，捐得乐意的，都是神所喜悦和看重的。愿主祝福你们。